经常卡滑铲怎么办？我是阿阳乐。当你开始接触各种身法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滑铲经常被卡，应该怎么办？首先来到设置，基础设置往下滑，找到冲刺灵敏度，把冲刺灵敏度调高，这边建议70到90之间，但不建议拉满。然后我们来到键位设置，找到你的摇杆键，把摇杆键拖到最小，这样设置完以后，你就不会再被卡滑铲烦恼了。你学会了吗？